第36题，其生取三种元素 XYZ 与其氧化物 SOYOZO 进行化学反应的测试，所测得的实验结果记录如附表所示。在表格中，若标示为圈，为有反应发生，标示为叉，为无反应发生。根据上述的实验结果，请比较三种元素 XYZ 对氧活性大小的顺序为何。我们看到第一个叫做X 加上 YO 是由没有反应的，因此表示我们的活性是 Y 会大于 X。 我们看到我们的 X 加上我们的 ZO 是有反应的，所以表示我们的活性呢是 X 大于 Z。 根据这两个，我们就已经可以知道活性的大小是 Y 大于 X 大于 Z， 不需要用后面两个 Y 加上 XO 或者 Z 加上 XO 再来做判断了。因此第36题问我们说，请比较三种元素 XYZ 对氧的活性大小顺序为何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Y 大于 X 大于 Z。